这边又是个竖井，哇塞，好高哦！哎呦，百把米。我们绳子结结够不够？我们绳子结结啊？看得低。哦，看得低，我们绳子结结够的。今天我们在脚上是对的耶。看得低。这个位置是不是我们？百把米。为了寻找到穆家大坑通向法尔洞的连通点，让穆家大坑和法尔洞系成为一个完整的洞穴系统，我们两市十名探险队友联合对穆家大坑再次探索。上集讲到，穆家大坑跟法尔洞仅一墙之隔，离法尔洞落脚河的洞口直线距离3公里左右。在穆家大坑里探索2公里，遇见往法尔洞方向的一个支洞，深入探索，发现一个通向地面的天窗，做好标记前行，遭遇深坑竖井。那么这处竖井底部是不是通向法尔洞的呢？跟随刨过的镜头一起验证奇迹再现，探洞有风险，非专业前锋模仿，拍摄不易，感谢你们的点赞支持。这里下去还有20来米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几股水流的汇聚地啊。一个洞庭，我现在是挂在安全保护站上面，跟你们进行一个安全拍摄哈。SRT 存在极大的风险，请不要模仿。这是最后一段了，这里下去大概在20多米，我们下面看到的书有2个洞庭，这边一个，前面一个。刘伟兄弟，把你手绳解出来，没有手绳你站不起来，你手上没那么大的劲，把你手绳安在那个比短刘伟矮一点的地方，然后就解除你的下降器。在底下你是看不出来上面一个小洞道的，这边是一股水流，这里有鼻流石。嚯，这下人被堆起的。这边是个盲洞。哦，这一块漂亮的石幔。
这个石器还漂亮。哎，对了，这个不是人为干的，怎么样？这里啊，你看嘛，这很明显是人为干的。这还是有人来过啊？对啊，只是说很多年没有人来了，然后你看，已经形成了流失的这种结构了。对啊，这对真的嘞，这地方确实人敲下来的。是啊，全是人为来过的。若干年没有人来了。哇塞，我们从那里经过一个40米的神像过来以后啊，这边是一个大厅，这边有一好漂亮的流石，这底下就是一个小水坑的，这个下面是没有动到的，全是被淤泥堵了，好厚的淤积层啊，从这一大片的盖发梯田，我们就能判别出这里曾经有很大的水流，经过长时间的冲刷形成这样的盖发梯田。这边是没有动到的了，我们要沿着前面的大洞道继续往前探索。这一块就像那个盐碱地一样，哇，好大的动物骨头，看这个应该是动物的脊椎骨。这里还有一块，硝土啊，哦哟，有意思，这个哦，对着走，往前走，往那边直下地过来吧。啊，我们就从这个小裂缝里下来的，在底下也看不出上面是一个洞的。说这个洞有多大，平坦的洞道，要在这个裂缝里面找出路啊。这是个裂缝，人下得去吧？还有网络，我们从这个地方下来，这边下去啊，这里下去。哇，这个下面还有大厅，走下去呗。哇，这下面的空间还挺大的。看到没？啊！我站的是空的。哎，我打开。我哇！哎，这个地方不是说我没动到了吗？刚才我们在上面看的嘛。妈，这上去就是洞啊！啊，刚才我看过了，这边，这边是个盲洞。这底下肯定是水了，不用看了，这底下肯定是水，不用看。哇塞，哈哈哈哈，啊，你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们刚刚在上面看到了吧，这里这里全是水了，一滩水了，这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已经看到水了，已经到落脚河底啊！看到水啊！啊！哦！啊！好深的水，没了，就到这里了。还是有那么深的，是有点深的。哇！前面那个钻石，你们去走一下。这个第六石上面金光闪闪的。每一条水流的河道里都是这样金光闪闪的。现在沿着这个水道看看能不能通向上面的大厅。哦哟，还有个蝙蝠，这耳朵好大。哦呀，一路上都是金光闪闪的，哇，好闪了，这里面
哎，底下还有瓦管，这边不知道能不能上去。这是一个水道，这个地方如果有水的话，就相当的漂亮了。看见没？水流在这里冲出一个坑，还没完全开发，这一块也是金光闪闪的，看到没？应该是一股水流来的地方，一个小型的洞庭。哦哟，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一个水道，星光大道。哦，到前面大厅了。哦哟。这一块就像人为堆砌的一样，其实它就是大自然水流的功劳。因为水流把这个溶石的结果就成这样子了，而且都是空的在里面。这里也有一股水流下来，形成了大面积的壁流石，这底下就长满了各种各样的石柱、石笋，那些小石笋都干枯了。哇、哦，这个中流砥柱，里面好多砭石吧。Thank you.
这个洞有多大？平坦的洞道。嘿，前面有个直洞，还是有那么深的，是有点深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宝哥，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双山镇的木家大坑。我脚下这片土地比较神奇啊，据当地老人讲，整个双山镇的下面基本上是空的。这个话从何说起呢？都因为双山镇的洛脚河有一个法尔洞，法尔洞呢是一个超大的洞隙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探了五次，第一次探索了5公里，第二次探索了7公里，第三次9公里，第四次12公里，最后一次探了16公里。16公里进去和出来是一个不同的洞道，所以我在里面来回走了32公里。可见法尔洞是在双山镇底下一个超大的洞隙啊。后来听一个敖霄的老人讲说，这个木家大坑呢，它位于法尔洞的上层，它跟法尔洞是相通的，是法尔洞的其中一个出口。当我们找到木家大坑的时候啊，经过我们以前在法尔洞里面探索的种种情况分析啊，这个位置是法尔洞的一个初期坑，这从地面下去已经覆了70多米，就到法尔洞的一个大厅里面，就在这个初期坑的旁边就是木家大坑，我身后呢就是这个木架大坑啊。这个坑我去初探过一次，从我现在这个位置到坑底大概就在50米的距离。那么到底这个木架大坑通不通法尔洞呢？现在我们就下去一探究竟。从坑口下来大概一个3-4米左右的绳降，这个洞口啊就在这个底下，看一下这个坑口，一个圆形的坑口。从这个地质情况来分析啊，这一块应该是突然坍塌导致下陷的一个竖井，也不叫天坑哈。这一块比较平坦，里面长满了好多树。到这里下水流继续融穿，把底下融到一个大洞庭。这个洞道就是这样下去，完了是横着转。从坑口下来40米以后啊，这个洞道开始越来越变得小了。哇，这里有很大的风吹，峡管效应嘛。好大呀！咦，吓我一跳！我操，底下还有人呢！看底下好大洞庭，这个大骨头，哇，这什么牛的骨头，扇子骨，
哎呀，好球打！那边已经弹完了。啊，这边是个小洞哈。啊。看底下这个水流的痕迹就知道，夏天的时候这里有很大的水流下来。现在我们要沿着右边的大洞道继续往前探索。哇，好，这边还有围墙。这个方向是通往法尔洞的。啊？我来等你。这个方向通法尔洞啊？对。这出去了，到坑口去了。你走过了？走过的，走过的。这出去了，不用看啊，凡哥。这里面好多人的建筑。这是小房间。这是一个大的敖硝基地，这里还有硝坑，看保存的比较完好，看这个硝土层有多厚，这里都是废弃的硝坑。他们在这儿玩，哦，拉过了，一点多年。曹哥，哎，你还看这里？在这儿。看你啊。这里啊。这个就是那个朱祖石那个底，这正好是一个断层面，色阶的尾面。哎，拍钟乳石来，真拍就是隔壁是天窗，这个楼板是没变的，隔壁就是天窗。对啊，哇，又是个超大洞庭，也是一个敖硝的基地。又是敖硝的，看没，全是小坑子的。太大了，这里地上啊，就是因为当年熬硝的人太多，所以基本上已经走出一条路出来了，明显的走路的痕迹啊。开始下坡，前面的空间还是一如既往的大。看这上面，这个洞顶挺奇葩的哈。这个是以前被硝土人邪气的地方，这个洞顶到前面基本上开始慢慢变小。哦，这里一个小门，穿个门以后又是什么景？又是什么景观？这里面又是那么围着，还卷得很喽。哦哟，哦哟，看看这个洞庭有多大。我们是从下面穿过来的，其实走上面也可以过来，太壮观了。这咋嘞？丢盔弃甲了？这个洞道到这里我们走了差不多一公里路了，进来以后啊，一直这个洞庭都比较高大，看到没，好高的裂缝，离底下全是熬硝的痕迹。因为这个土啊，被熬硝的人挖空了以后，就全是石头了。看没，这边还是很高的裂缝，没动了。哦，修了个地道这里。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熬硝特意把这个洞道挖穿的，啊，修的一个隧道。哦，呜。太奇葩了，两道围墙，这是为了防御还是干啥用的？咋上的呀？是为了防止老婆被人家挖走了。哇，这里还有煤炭。这边的洞道就复杂的多了，这边有个洞道，这边有个洞道，这底下还有一个洞道，到前面是左右分路的，都是曾经熬硝留下的人为痕迹。咋了？又丢盔弃甲了？啊，本外衣服都没有。啊，这边是一个水流的发源地，上面很大洞穴，一个竖井。看这边。开始上坡，
嚯、哦，超大洞的！哎呀，真的很震撼。哎。这边呢？这边有个支洞，是同法二洞的方向。这边还有很大洞的，地下宫殿。我们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，完了，这边是一个超大洞的，完了这边呢，是通向法二洞方向的一个小支洞。我们准备下去，看看跟法二洞连不连通。下来以后，这边到处都是插洞。这上面有个洞道，我们有队员去探索了。这边有一个洞道，这边还有个竖井。现在也就是说，我们兵分几路去每个方向探索。这边是一个往下的竖井。哦，这个方向我们要去。哦，到处是人。这里面到处是洞，一个洞，两个洞，三个洞，四个洞，啊，五个洞，六个洞，相当的复杂，不注意就转不出去了。哇、哦，这边是竖井波来喽，也是往下的洞洞。还没。全是往下的竖井。啊，有个人喽，石头来喽。有了没有？咱们还有一层的，现在还有一层。对，也同时通的这个。哪两啊？通的啊？哦，啊，连了一起的这里。哦，哦，哈，下面没动了哈。下面没有。现在他们去这个方向还没回来。这个方向是吧？嗯，好，走了好久了。啊，你们从哪里要从哪边过去？啊，要从这边出来了。啊？会主动到，只要我心里这样的支持，就是主动。哦，就看到那个主动那口了是吧？嗯。那说起这个主动都不得高嘛。上次看到大家很少转头哎。我看到大金怪是不是？这片区域我们现在已经探明了，没有其他洞道，但是先锋在这边裂缝里面划开一个通道，据说前面有个大天窗，有可能是通法二洞的。现在我们全部从这边过去。等你那边，从下面这个裂缝里徒手爬上来以后，这边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这是一个竖井。哦，下面是个竖井啊。走吧，走吧，你走吧，走吧。你去身上的点多。高速路这，啊？高速路。嗯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，怎么回事？哼。谁进来了？是吧？这上面好像没下来哪个人多哈。这边没哪个来过，还有水，夏天又有水来。又是哪个运动员？哦，这个卫星的编制吧。你和邢俊一他们一起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一个天窗。天窗下面就是一个大厅，这里应该是有股水流下来的。到夏天的时候，这底下好多的淤泥层，这边有个洞道，不知道通不通法二洞。这个地下河的水流啊，就从这个方向，从这个方向消失的，也是我们来的那个方向。这边有一点流失，这上面应该也是一个洞道。一个水流的发源地，现在我们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向法二洞方向探索。这边全是插洞，这里有两个洞，这边有个洞，我们觉得往
法尔东的方向走。哇、哦、超级大的冬天。看这一个钟乳石石笋。这里面的钟乳石都是灰色的，因为它这个水里面含有杂质不纯，所以它的钟乳石呈那个灰色的。两位拍就拍了。这块岩壁挺好看，全是钟乳石。这个书记应该没搞头哦。对面还有洞道。现在我们要沿着这个竖井边缘开始做系统，去竖井底部探索一下。哎，那什么都是什么的。是了，从上面经过一个20多米的绳降，从这里看得出这个裂缝上面是个水道，到这里就开始垂直向下。这里下去就快到底了，应该还有20多米吧。下面有超大洞墙。